这个墨镜也太大了吧，在我的脸上会不会有点像盲人呢？现在我们要出海，后面是 Purdy 时尚博主，大家可以关注他的小红书，叮叮叮叮，在屏幕上面打出他小红书的账号。今天的天气算是很好，但是稍微有点晒。我看这个天空还蛮蓝的，白云朵朵，白云特别的白，这个白云真的好好看。终于找到我们的船了 ，Hello， 上船了，我们进来了。船长，这是船长。接下来我们就拜托 Steven 了。有点晃哎，这个船，这个音乐很美哎。可以吃这个，还可以喝啤酒。绝对是美颜好看，特别好看。我已经吃了一个，我还想吃。我刚刚吃到料的好好吃。好大的风呀！好美，好好看啊！赶快来吃啊！这是船长还有船员们。向着这个岛出发吧。这位小美女还在玩手机，能看得清吗？我怎么觉得看不清呢？你这用力在看呀，用力在看，对眼睛不太好吧？你要舒展一点比较好，你就把它撑后面去。Come everybody have a drink。还这么洋气的英文，哇，谢谢。You're welcome。谢谢。Thank you。很chill，我们现在主管了，我系好安全带。我是女人，我天天看都觉得很。我好想学开游艇，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。听着这个音乐，然后在这个海边坐着，就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。哇，还有烧烤！我的天哪，好看啊，这个烧烤。有美颜吗？没美颜，我很多五颜六色的辣椒，我已经闻到了很香的香味了。这个哇，小朋友，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好动啊！别玩手机了吧，来吃饭吧。好丰盛，好香哦。热情的小哥，接下来一把，来一把，一起吃吧。来吧，一起吃吧。哇，好有趣啊！好吃吗？这个香肠真的超级好吃。来，这个太阳超级美，然后我们坐在，哎，看我后面这位漂亮的小姐姐。我觉得这样好唯美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像不像偶像剧一样，好美，这个夕阳下面可以睡觉。他的泌尿都半醒了。这个水是蓝色的呀。